在上帝感谢你，阮十礼拜有一时间伫老家阿查囡阿公堂去公事。感谢你，阮在了阮礼拜真济代志，每伫礼拜中来得到答案。只有甲你上见面的时，才我从将阮心内所有疑问对你来透露。祈祷奉主耶稣的名。今仔咱要从规个圣经内底祭司，祭司是伫创啥物款？这个祭司的代志，对古约甲新约啊，上帝圣经，但是遮所有的代志，我想要一遍啊，来做一个，我著讲清楚，至少个做一遍来讲到一个段落。以色列专注十个支派。在埃及400年了，摩西带出埃及。当初出埃及是一个真大规模的迁徙，查某人伊那无算，干那查甫人有600,000人。要管理伊个迁徙遐大群的百姓，摩西本身一定是一个军事、政治、宗教等等方面的天才。但是到尾摩西嘛是管不了。所以是民数记遐记载，摩西讲管理这百姓责任太重，我家己一人担当袂起。所以上帝对摩西讲，你通对以色列中拣70个长老出来，含你做伙担当管理百姓责任。所以以色列百姓宗教建立制度，就是安尼演变出来。这正常，因拢选70个长老做管理。但是后来以色列才建立国家，伫台北建立王国以后，这76个长老的宗教政治制度发挥不了作用，有国王了嘛。但是伫台北国王前后400年，因为是君主制度的政治较强，结果以色列人70个人，议会的古早传来的70个人管理专注，迄都无去啊！伫大比甲所做，伫迄个500年王朝的时间有王嘛？但是主前586年，南国犹大灭亡了，伊先就进入真长的亡国时期，家己无国，家己嘛无。所以这个是因分别受巴比伦、波斯以及亚历山大以后王国，最后罗马统治之下，国统治者加减拢赋予一些人某种程度的自治。安尼是因的70人的迄个统治的制度，又搁必须爱变成起来发挥作用。所以亚历山大以后，塞琉西王国统治犹大时，原来古早迄个已经废无去迄个70长老治理的制度，就演变变作犹太人的公会。公会，这公会不是律师公会哦，这是犹太人长老的代表的大聚会 （Congress）， 简称作公会，一直演变到耶稣时代。这个公会就变作因真要紧家己自治的最高的机构，以管辖的对象，敢那管信犹太教犹太人，以管辖的范围就是范围犹太教的边界。公会有伊的范围，甲管辖的迄个事项，伊敢那管，因是管所有犹太人，犹太人就无信犹太教。伊关心犹太教的犹太人，伊个关心反对犹太教教会是，这是犹太人公会的主体的公会最高的原则。国统治者拢千方百计暗中控制犹太人的公会，犹太人公会有新门的观点，但是若要执行新款的宪法，只会当交予统治者同意，才有统治者来执行。像耶稣，像犹太人。
圣殿的平顶掠去，耶稣受掠去犹太的公会审判，因为耶稣是犹太人，信犹太人，反对犹太教条，所以犹太公会就有官兵审判伊，讲你是犯了这几条这几条。然后犹太人公会才将耶稣交予统治者罗马的总督，变成罗马这边。是假死的，所以犹太人公会有审判权，无执行权。在罗马统治时代，法利赛人甲经典学家势力渐渐壮大，因的代表开始进入伫这个公会内底。在耶稣的时代，犹太公会成员有71人，相当71人，70个人是古代来迄个数量，流落一是迄个大祭司。大祭司是头，是主席，在犹太最高的机构公会内面，有两个的势力吼，永远彼此去互相竞争挑战，永远袂合。所以在犹太人公会内面，头一个势力就是祭司系统的代表，因大部分是叫做 upper hand， 因为大祭司是主席是伊的人嘛，犹太人一定是伊的人，所以。在这犹太公会内底有两个势力，永远拢袂合。头一个势力就是祭司系统，啊，有大祭司做本身做代表，以及属于祭司系统的犹太贵族，叫做撒都盖人，以及撒都盖人。第二派势力就是法利赛人、甲 scribe、甲祭司，这两派在公会内底。自古到今几若百年，拢是冲突的。了解犹太公会的这两派，因彼此竞争不下，到底是对，就会进一步了解耶稣的生命所面临到迄个犹太教的实在经验，就会帮咱了解为什么耶稣安尼想，为什么耶稣安尼讲。今仔日咱就大声要来看，这是派的代表，整个这是系统的来源。个运作，以及这一派最大的拥护拥护者，撒都盖人，撒都盖人。在新约福音内面，咱若看耶稣东行西行，绝对不是碰到法利赛人，去碰到撒都盖人。啊，撒都盖人甲法利赛人永远是死对头。法利赛人势力足大，撒都盖人会当做伊的对头，撒都盖人势力。大概不小。撒都盖人到底是什么人？撒都盖这个字是对一个人的名，叫做撒都克这个人。撒都克是所罗门王所任命的大祭司。咱知影，代表的将所罗门起这个第一豪华的圣殿了。伊人民的头一个圣殿的大祭司，就是叫做撒都。所以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是最辉煌的亚撒冷大圣殿，嘛是伫所罗门的手中完成。所罗门王人民阿婆一个人叫做撒都，做第一个大圣殿的第一个大祭司。所以撒都这个名，就是犹太教大祭司最大的神母。以后后代所有的这些，拢阿孙还是可能因和迄个有关系。所以任何和所罗门王迄个头一位大祭司有关，和迄个撒都有关的人，就叫做撒都基，撒都盖人。所以撒都盖人安尼走出来，因拢是属于祭司系统的正宗。因为犹太教的这些大祭司是白传兄传孙，照犹太教五福经的规定，这些是世袭的嘛，是用嫡系血亲传落来，袂当传落别人。所以几百年来，含这些有血统关系的族群就形成真大的势力。这群属于这些血统的族群，拢总叫做撒都盖。迄、那个无做祭司的撒都盖人，甲现今的大祭司大家联合起来，
因伫犹太社会，就占据最大的地位，甲把持最侪的钱源。没错，所以撒都该人，因嘛是相是代表犹太社会最大的贵族，所以撒都该人变作犹太的农民里边贵族人。撒都该人的贵族势力，佮含现任的祭司级的，因会当主宰大部分犹太社会所有的资源。在耶稣的时代，撒都该人所代表的这些贵族势力非常的大。罗马统治的时候，罗马要控制犹太人，罗马大臣必须和撒都该人的这些来斗争。在罗马替换的统治之下，撒都该人的势力损失惨重了。到主后七十年，罗马的大臣太多时间，甲亚瑟列呢？圣殿中毁掉了，这些甲撒都该人是依附伫圣殿的民族伫生存的，无圣殿以后，撒都该人都完全永远失势。迄是到主后七十年，圣殿毁掉以后，厝就叫落了遐遐人无去。但是伫这进程，撒都该人势力真大，但是整个犹太教这些甲这些现为。并不是伫所罗门王代表的时，伊才开始的时，并不是有圣殿，伊这两才开始有祭司、有祭司。古代一系列的祭司行为，应该是古早，伫因也是伫罗马伫遐，也搁伫做游牧民族的时，伫阿伯拉罕族长的时代，印度迄个祭司的行为，印度已经有某种的祭司啊。在那古早的时代，也不是像以色列人有宗教的祭司那样，宗教的祭司拜拜啦，抬鸡抬鸭抬牛抬羊，这款的祭司是百把种，啊，存在在各种大小宗教里面啦。因为各种宗教，起码各种宗教，拢是伫应付神明的嘛，要拜伊，惊伊，也是要甲骗伊，也是要甲讨好，拢有嘛，各种的 motivation 人。人和神交配哦，无拄拄拢是敬拜的，为是要甲骗，为是要甲讨好，为是要甲拉拢的，拢嘛有嘛。人人类有各种的目的，要先去丢的是神，因为你都爱丢的伊啦，你无丢的伊未使，对不对？所以各种宗教拢有各种方法去丢应付这个神灵，这就是神灵，这就是神灵是未死的嘛，大人拢嘛咧知嘛。所以表面上信念哦，各种信念哦，拢是某种信仰的来源。所以世间的大小宗教，若是要拜神，要拜咧信仰来源的神的时候，你若要含迄个掌握信仰的神有话讲哦，你就爱用信仰来挂，那不是？所以世间各种八百宗教，唔只有迄个杀生祭祀的宗教行为，这种 nature， 你若为伊 history 后面，你就是种 nature， 迄边伫达位啦，达位拢去拜神，拜神神是生命来源，所以你一只会当用生命来挂，无你再有含有话讲，含生命要用生命来挂，会抬鸡抬牛抬牛，啊是啥物货？就是爱 involve 生命。因为你是第二位生命来源嘛，这就是安尼来。所以古代一些的宗教，早早游牧族长的时代，就这段这书的实验。后来这种这书的这些宗教行为，变成那复杂、那无所不包了、混乱、个失去效果的证明，哪来那严重？到摩西带一些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讲出一些的古典宗教来源，最大的宗。法家太乱了嘛，伊都爱开始个制度化，所以摩西重新整理、修订、制定所谓一些的人的宗教，这是制度。规本圣经内面第三本，从这出来就是，过来就是利未记、列未记，规本密密麻麻、数千条的细节，严格包山包海，规定这些。要安怎做？摩西嘛开启了以色列宗教正典。摩西十诫立法基本上是一种宗教正典法。摩西本身
是军事家、政治家、宗教家，伊将以色列最重要复杂的宗教这些工作呢，交伊的兄哥叫做阿伦来负责。所以摩西的兄哥阿伦就是以色列宗教这些制度机构化以后头一个祭司。以后以色列的祭司制度有真复杂的演变，但是大部分拢不出阿伦这个系统，以及全部离异去最高的规定。以色列全族总共有十二个支派，摩西、阿伦这个名字也是属于利未支派，有一个支派叫做就是叫做利未，叫做礼拜。其实犹太人嘛叫做礼拜。所以摩西、阿伦是属于礼拜利未这个支派，以利未这个支派就是有关这些最重要的支派。古约圣经最头一个五经内面的利未记，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五本，第三本就是利未记。全本利未记就是这是殿最完整的作品，这是殿最重要的作品，就是用摩西、阿伦所属的迄个支派利未来号名。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约书亚继承摩西共建迦南地。十二个支派入到迦南地以后，拢分割土地啊。敢那摩西甲阿伦伊属迄个利未支派，无土地可分。因为圣经记载，利未支派伊伫你兄弟中间无产业，亚华就是你的产业。什么意思？当然利未人也分到一丝丝啊大所在，但是为着要让利未人专心。为着全以色列办理宗教的事务，其他的支派必须各出十分之一来饲养这个支派。杨教授，你伫遐是德国的牧师，敢是政府发薪水？无，你再想要去读啥呢？德国有一段时间是迄个。教牧师，我上教授是政府发薪水，啊，结果迄个德国是哪样？迄个资源哦，足充足，啊，无断去。结果德国是哪样？世界那么远。所以古代以色列作文，因宗教发展一个重要的理念指标，就是圣殿的祭祀崇拜国家化。这个支派留起来做宗教代志，其他十一个支派大家出自家饲。这种模式将圣殿的礼拜宗教国家化，造成以色列宗教的资源无断绝的危机。这是以色列宗教会当发展到变作全世界地的利益之一。民数记写真清楚，上帝要求全以色列家每一个家庭的头一仔囝，拢应该归向耶和华。但是实际上无安尼做，乃是以色列人所有的人拢来服侍上帝，代表其他各族的宗主来服宗教替代伊。哦，咱拢出国遐久，毋知台湾，但做边只毋免去分呀，会当服替代伊。所以利未人替其他的族人啊，服上帝宗教耶。这个制度是不得了。咱直接看出了摩西这位政治家、宗教家，伊将古代以色列的宗教立法机构化、制度化，到国家级的规模，对以色列宗教发展，对整个人类的宗教文明的影响非常的大。以色列宗教国家化的规模到底有？当然，亚撒列圣殿就是够大个。遐几年通天花八面的祭司哦，非常的侪，需要相当有训练的祭司，相当侪的专家来负责才推动这宗教事务。但是，忙是亚撒列大圣殿个，分散伫全犹太以色列境内境外有千百个不同的犹太教大小的圣殿。遐嘛需要专业的犹太教祭司来负责，祭司以及有关祭司的人员，伫全犹太地到底有偌济？
统计数目一代时期无虾米同款，有时较侪，有时较少，但平均中中啊数字就会互你惊死。照德国大学者一年迈啊研究，平均中中啊数字哦，伫一个大祭司下骹，亚罗塞令有7200个祭司。包括遐唱歌的、弹琴的、圣殿卫兵、保全、清洁、janitor、gardener，加差不多100。所以，中中啊，犹太教的祭司编制就接近20000几个，亚罗塞令才多少10000人。啊，较侪是要到40000的这些编制，迄是一个真可怕的。迄40000阁毋是乌合之众，迄个海里欧个人，掌握犹太社会资源的贵族，所以杀毒的人甲这些势力是不可忽视。在隆重是秘密之派，迄种的人人数是遐尼大、遐尼侪，占全球最高位、占社会资源的最侪。伊拢合作一伙，所造成杀戮该人贵族的势力。因阁是世世代代传的，你阁袂当来进入的。所以到尾你看，杀戮该人这些贵族势力会当大到偌？犹太教的祭司要执行一切宗教仪式，最先决的条件，这是家己本身爱规年探天，其实一生保持家己极其纯洁、圣洁甲清洁。所以照犹太教的宗教结合，具有的圣经的上帝本质是圣洁，咱信仰的圣经所写，上帝本质是热情。不过照古约的圣经，犹太教、古典犹太教的奠基，上帝本质是圣洁，是合理。讲上帝圣洁合理到底是什么意思？圣洁是真不容易奠基的物件，伊至少是指表明上帝的圣洁，以及圣洁的上帝 pure and holy。伊绝对袂容允任何的邪恶甲污秽存在。上帝极其圣洁，本质就是最平和、最合理的上帝。伊绝对袂甲任何一丝仔的污秽、罪恶共存。这就是圣洁，伊无法度 tolerate 迄个污秽。任何有社会、有社会的物，见到上帝圣洁，就即是爱灭亡。但是，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邪恶啊，至到任何一个人类要接近上帝，所以绝对变做无可能。所以，伫上帝甲一万一切的中间，就产生了这些这个中间的角色出来。啊，这些爱照最严格宗教洁净的伦理，保持家己至少有上帝。起码一旦接受一般的圣洁的标准，才一旦人甲第一些的人甲上帝中间接近迄个祭司的角色，和一些的人甲上帝加减有一丝仔物件通通啦。即使祭司家己身躯有无洁净，接近伫上帝面前的工作，祭司家己都可能会出事，啊，那伊就断和转一些的作业。所以每一个犹太教这些必须完全照着圣经五经内面规定完成一切艰巨复杂的洁净的 procedure SOP 啦。什么叫做代志？讲 SOP 啦。因为这些是代代世袭的嘛，所以因身躯内面血统嘛是应该圣洁的，特别要紧。所以这些的囡可能会变成这些，所以才会变成这样子。安尼，恁听，这阮囡
可能会变作这些啊。我也是这些，啊，咱我要带什么人做我，变作就要变，因为影响迄个人诶，身躯内底票啊是无啊。所以这些会当结婚啊，但是伊囝可能变成这些，所以伊娶诶某血统已经就变作真要紧。离婚期对这些结婚的对象规定真严格，规定这些当然会当娶 virgin 处女。离过婚的受人强迫过，记录等等，这是绝对不准和别般的人结婚。哦，即摆代志发生啦，这公会内底有两派啦。这牌是这些啊，这牌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都因为因光明做，唔做这些，所以就永远袂当变成这些啊，也事实来啊。结果这牌人规定你爱安怎，一定爱规定，一定爱规定啊，哎，马甲死死，一边规定这些安怎错误。所以我就要甲你讲，迄法利赛人，迄个改迄个根本看偌厉害，伊用迄改顶的能力吼，控制这些，伊家己无法度变成这些嘛。因做工都不是嘛，好，本来秘密期是规定讲，这是敢若会当娶处女的，然后再法律赛人来解释问题吼，吹毛求疵，讲处女，啥叫做处女？处女就是处女啊，那照你我了解，处女就是毋捌含别人有性行为的嘛。然后这个法律赛人改变的专家就讲。唔是安尼啦，法利赛人就从迄个秘密记内底的出入问题哦，扩大解释讲，出入就是爱迄个也未有疲累的查某囡仔。人家问讲是安怎叫做也未有疲累查某囡仔才叫做？因为也未有疲累怎样都未思春啦。这是就解释。所以安尼解释落去吼，这是敢若会当含十二岁到十二岁半的人结婚的。所以法律赛人迄个改经哦，甲这些哦透甲死死死就对了。佮进一步解释讲，袂当含离过婚的女子结婚，因嘛扩大解释，法律赛人就改经，伊讲。订过婚、搁悔婚的人，马上就离婚。啊，古入之年，伊搁扩大解释，讲这个查某囡仔，若较早捌性过别种性，表明伊精神上捌含别种性有过关系，这款是不处女，是做记录。啊，受偷拍。诶 ，slap， 比如我是这些，啊，我娶这个查某囡仔，这个查某囡仔就是安尼怪个，安尼过完了十几岁半尔，啊，但是较早吼，捌做过好样人，捌做过萝卜萝莉，这款算作记录，因为伊捌做过迄个好样人的诶查某囡仔，真可怜吼，恁知哦，迄款归类作记录，战争中受虐的。POW 战俘，比如讲你十个人战争中把人掠去，一看算作记录，因为阿顺你绝对犯不干。阿顺你会当活活倒来，绝对是安怎你才会当活倒来。所以伫遮咱会当见识着法利赛人解经的迄神通广大，真简单就会当把一条圣经解释做几若十条。法利赛人的经典学家为着坚持这书必须这书这些必须圣经，结果定几若会解释秘密记，把这些结婚套甲死死死。因为法利赛人相信，因为法利赛人相信犹太教经典有两种，一种就是 written。文字写的经典，伊相信这个。但是法利赛人伊有两本圣经，一本圣经哦是无写的，或无写的圣经，上古在伊讲，伊讲哦，古早以
来都一个一个一个犹太教的老师，一个一直传啊，迄款乌拉传的传，突然摔落来，迄完啦，断为含瑞典的圣经变化。所以，法利赛人相信犹太教第二本的经典，伊唔是写作文字的，是古代一代一代一个一个信仰老师用乌拉口传。所以法利赛人就用那个口传的信仰的解释方法，听入去啊 ，written 圣经的解释。所以呢，解释当年千变万化。哦，这是法利赛人。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这个祭司跟撒都该人，因敢那相信。文字写的圣经，不是哦。咱的圣经含义就讲，因敢那相信旧约，不是哦。因敢那相信旧约头前的五本，妥啦。创世纪、出来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这是足奇怪的。我想跟你讲，恁会惊一下，这是。圣经解释本嘞，我咧做这些都袂歹，免像咱查经查到半死。那做这些我本查到拢看了了了。因敢那相信圣经头前的五本，第六本约书亚伊就无相信啦。啊，因的人数是遐济呢，伊是主宰犹太人的宗教嘞。这是利未人等等，才整个撒都改系统。因都坚持就相信 written 圣经，拒绝一切口传，甚至就相信圣经头前五本托拉。撒都该人这些跟另外一派法利赛人行事，两派就是为着安尼永远尖锐的对立嘛。新约福音书内面有几耐所在记提着讲，撒都该人无相信过我。撒都该人遐大遐重要遐庞大，伊拢无相信过我。你甲问讲，坏，伊无相信过我。伊甲你，伊个 answer 真清楚，因为托拉内底无写，所以一切魔经内底无写，伊拢无相信咯。既然讲着是人过我，撒都该人这是来一定含法利赛人的经学是大大冤家，因为法利赛人经学是相信，因为法利赛人相信。有死人骨啊，是死因死人骨的代志，有记载的，有讲起的犹太教的 oral tradition 内底。但是撒都该这些派就无相信死人骨啊，因为因就相信文字的经典，特别是就相信五经。撒都该这些派就相信五经，其五经无写，因拢无相信。第五经无写人骨啊，所以就无相信。伊嘛无相信有 afterlife， 伊嘛无相信有来生，所以这些人杀到家人，拍命经营今生啊，因就好样。伊嘛无相信命运，嘛无相信天神，嘛无相信魔鬼，嘛无相信将来生命。拜托嘞，你是你相信啥？啊，你安尼，你个主持？自己犹太教所有的经，所有的礼典，搁做大提示，大提示我才讲这个，我无相信的。因只有法律无经，所以呢，咱查经文章写呢，二二六六啊，弄到大世界。其实拢对我拢计有好处啊！伊我只讲这，恁都小可听我。啊，我会当这个是种个足正确个物件，足要个物件，怎好来？因为这些存在必须伫背后依附伫政治较济，伫代表蒙古时代，这些是由军方人民控制。登基蒙古个时代以后，这些就负责甲统治者罗马、波斯啊，是伊了。滴滴滴，特滴尼个是，所以这些哦，足
伊阁掌握犹太上大资源，所以这是第一腐败的一个巴比。你若是台湾咧腐，就含中共通啊，你当然咧变做连战啊，哎呀，就煞叫落去。所以这是因为当期拢有一项统一战的通，爱去掌握犹太所有资源，所以这是足腐败。啊，因个照常去摸金，咱即马伫想，来生将来生命天灾魔鬼过往，因拢一概不知。啊，我都唔知伫创啥，我都唔知伫执行迄个。犹太教是基本下，莫怪犹太教是江河日下，啊莫怪法利赛人对因非常的恭敬，因家的官位，啊佫内底是空的嘛。古典犹太教内面，上帝本质是圣洁，以色列人本质是误会，上帝甲以色列人中间无法度讲会通行通，所以这些的圣化家己，假设上帝甲以色列人中间的中间。通过这些的宗教行为，把以色列百姓小寡洗甲清气，小寡身体排清甲圣化以后，让以色列百姓有机会会当接近上帝，这是这时的功能。我再讲一遍，古约的圣经呢，这上帝是圣洁的，以色列百姓是污秽，因无法度做会，无法度行做会，必须有这些通过各种的这些行为，把以色列人小寡圣化。然后一些人才会当 come closer to God 和上帝，有法度的人，这是这些理论上的存在的价值。但是伫基督教内面呢，上帝本质唔是圣洁的，伫心中内底上帝本质，咱绝对要忘记，上帝是爱 ，right？ 所以伫心中内底，上帝本质是 love， 唔是 holy。是热，咱的本质是罪，但是耶稣本身吃做大祭司，不是献真生的生命，是献伊家己生命，甲咱赎回。献明了上帝真正的听，所以整个新约的时代，并不是甲祭司制度废除，乃是甲祭司制度的精华来发挥出来。到这，因为伫新约的时代。上帝本质不再是静态 still 的好哩，上帝本质的信仰是变作是一种积极的动态行动的热。鬼不如现在看上帝本质，你们还没见面，你在一起，你是圣者下，你也圣者之下，古约的时代 ，recognize 上帝是好哩。新约的时代 ，recognize 上帝是 love， 福利。古约的时代，上帝本质是一种静态，无法度你过写的，迄个福利。但是伫新约的时代，迄个上帝变作是动态的，积极的、有动力的 action， 迄个 action 变作 love。处理人本质的误会罪的方法，伫新约时代嘛无同，不再通过人。人家己安怎祭祀，还是安怎信仰？伫上帝发出行动，透放出无限极的爱的行动之下，人会做安怎处理？下，啊，做代志就处理了。所以不再是亲像过去用千方百计，你必须爱。执行各种的礼典、礼数，还是实行的二二八的几啊百条、几啊十条的清洁的礼数，啊，你才会当清洁，才会当接近上帝。即阵上帝就不顾伊家己圣洁的形象，打破伊家己圣洁的形象，用爱的行动来拯救下面无圣洁的罪人。所以，伫耶稣基督运作的拯救内面，伫上帝迄边也好，伫人这边也好，圣洁不再是。是无法度突破的阻碍。圣洁根本就不再是需要讨论的代志啊！拢
一位耶稣基督本身吃着大祭司献出的，竟然是不是一只羊，也是一只牛，乃是迄本身献出上帝的爱。所以整个旧约祭司制度所谓达成迄个最高的境界，结果是耶稣基督来面来达成。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用祭司的制度安尼。安尼坐来坐去，啊，遐复杂，啊，要甲一些个人信服，你会当达到啥物效果？你可能结交无效果，你可能达到两三分的性格的效果了。但是上帝用下面的下面的性，你的性格是100%，安尼搞得清楚。你要家己算你无罪，世人世间你人不单你会当世间无罪，上帝算你无罪，下面的你就假罪。清洁，从这拢讲了，先给咱两个拢讲了。其实我讲了，加个基础，加个轨道，轨道讲出来，啊，以后咱去讨论，继续讨论。可能轨道拿出来是咱会当走较紧，啊，都无啥会变车，意思就是安尼。啊，我特别拢讲。要大家在发了联系来，要要证书嘛。啊，我那都想大家吼，安尼较辛苦嘛，吼。但是来记得，像主要说，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那在安怎你的恩典一步一步行对阮遮来，先从阮遐有得遐无通我去的人，听对你福音，心会跳跳，会欢喜。原来因为你加准备有遐尼充足，这是我深深感谢，祈祷主要说明，阿门。再来，同心来祈祷，主爱上帝，当你的圣殿悬悬徛起，伫耶路撒冷时，有无辜的七鸟啊，伫你的圣殿的影内面来徛起作秀，后影伫你的圣殿边啊生根。古早圣徒看见遐七鸟，看见遐鱼啊，会当挂伫上帝的厝，感慨家己连苦变做七鸟甲鱼啊，会当挂伫你的厝内。阮今仔日人何况也毋是安尼，若想要挂你的厝，搁知家己不配，感谢上帝你竟然千一百挂伫阮的心内，给你挂伫阮的心，给你挂伫。心，我们主要受两困境，阿门。